中国大陆当代画家刘晓东今年年初到印尼实地写生，有一天他看见路边掉落了一地的椰子壳，他把椰子壳灰白的样子画下来，他说这很像是骷髅头的形状，仿佛印尼当地血泪斑斑的种族冲突。刘晓东是现在很少数直接在当地写生的画家，在印尼他创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描绘当地华人的生活风景。他说只有这样脚踏实地的现地写生画作，才能够真正反映当地现况。你要画比较年轻一点咯。你觉得现在画的比你年轻还是比你老啊？老，比较老，好像比较老一点。所以没画好。啊？呀。画的水平不好啊。他是大陆知名画家刘晓东，2014年年初到东南亚的印尼实地创作一个月，完成一系列描绘当地华人生活的文化风景。我觉得这种作画就是特别直接，面对面的去画，它又生发出很多接地气的想法，不是很空洞，就跟那个地区有关系。然后面对面的绘画也使绘画变得非常活，不是那么死板，就是从色彩上啊、造型上啊都很有空气感。为了接地气，刘晓东从中国北方跑到赤道国家一个月，深入雅加达，贴近当地的风俗文化。这幅描绘当地华人妇女参加舞会的画作，灵感早在七八年前就有了。因为我七八年前去过印尼，当时看到一个华人家里举办一个大型的家庭舞会，特别好看，而且装扮的也特别的像戏装，特别夸张，我觉得画起来很有戏剧性。七八年以后我再去，我想复原这种场面，在复原的过程中，我也更多的了解一些印尼的历史啊，和华人的历史上有一些纠结的关系啊，所以到这以后又有所改变，把画面热闹那个部分去掉了，把那些男人去掉了，留下的都是女人。刘晓东的画作也试着了解当地的排华历史，路边掉落一地的椰子壳，干枯灰白的颜色在他眼里像是满地的骷髅头。 1, 2, 3, 4, 6, 7, 1, 2, 3, OK, 在印尼当地，刘晓东观察华人的生活文化，与大陆青年导演杨波共同完成纪录片《刘晓东在印度尼西亚》。你老公平时做什么方面的生意？做那个胶塑厂啊。胶塑。那像这样的工厂都得在雅加达的郊区吧？啊，是，在那个丹格朗。我们越来越把晓东的形象从纪录片里弱化，把他从一个主角变成了一个配角，因为我们希望是拍的不是他在画。不是在拍他画布前的那个事情，我们希望拍摄的是他画布后面的故事，就是那些发生在他周围，不是在画上的那个故事。晓东是变成这个片子里一个穿针引线的一个线索类型的一个人物，所以我们希望拍到的是一个他画这幅画这个项目的一个背景，这个背景其实更迷人。在印尼，我们华侨没有当兵。华侨不允许当兵，不，他们不是当兵，不懂得以前他们不让我们华侨当兵，不让，可能是一种，不懂得他们怕我们华人会当兵拿武器什么，那我们华侨在这里就是只有一个出路罢了，就是经商。在华人、印尼人以及不同种族的多元社会中，导演杨波的镜头呈现刘晓东画框外的真实世界。印尼水灾、贫民窟、每天拥塞的街道，刘晓东画出画框外更真实的印尼。